不会做饭怎么办？你需要万家乐 Mate 7自动烹饪系统。万家乐 Mate 7自动烹饪系统。来了啊！今天的第二场，刘建宏对吕布、刘建宏的 PPT 呢非常强，大家也可以看出他上一次跟马路的战争赛中啊，可以看出他的实力相当强。但是呢，吕布他是神一样的男人，对，所以说刘建宏今天不管发挥的多么出色，他也不可能打得赢吕布。还有我就是吕布的脑残粉，无脑吹吕布。感谢球奶找不到日本女朋友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刘建宏他们老婆的衣服都不寄一件给他，是不是啊？应该给他搞件队服啊，说不定还没做好，对不对嘛？也是啊，我靠，吕布的队服是耐克的，没问题啊，他们队可以啊，说不定是买了两件耐克的衣服再印上去，毛，你们没那么二好吗？爱那么二啊，吕布也是好久不见了，他今年如果还想不立再看的话，他还有两次机会。这是他就这次 GSL 和下次 GSL 就两次超级赛，我觉得他应该没什么好的成绩。好了，来看一看啊。嗯，好了，比赛已经马上开始了啊。今天他们这套转播的配色是那个 Liquid 的一个颜色，你发现吗？蓝白。地图上方的就是十点钟方向的蓝色的人族选手 ，Indo Vision， 虚假的人皇。今天告诉你是不是虚假人皇？双眼都没有杀气。地图下方五点钟方向就是红色的十中选手，来自于老炮战队的 Patience。刘建宏最近状态还可以，老炮战队也是成功。跟 IG 携手登顶了我们战队联赛的第一名。对，他们这次的包装的风格就是 Liquid 的风格，蓝白。其实 Liquid 的整个设计还是蛮好看的，还不错，对吧？他是两兵营啊，看，太不了解吕布了。吕布防中两兵营，手到擒来。行不行啊？你别他妈别吹啊！我靠！你看着好不好？有没有实力啊？不要上来两兵就打死了。不可能的，他这个农民探路就很有把握。
对不对？待会儿第一时间把基地退了，上面修个地堡。这就是吕布。上来一看，哎，二矿没有，对，金也只有一根，先点个宝呀，对不对？正面直接点了个宝，而且你加了一把树，加了一把树，并没有加到那个加到建筑自己家里面的建筑，外面肯定有野兵，地堡已经下了。跟你说了，吕布防守。就一个字，稳。但能不能防得住第一招，能不能防住第二招呢？第一招无损防住，第二招也没什么悬念。这地堡好快啊，吕布。马上两个鸡下来了。哎呦，还是死了。没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不亏的呀。两个农民能接受。一波，这个刘江红要有，也不叫一波吧，就是先骚扰的开局了。吕布的二次侦查做得很不错啊，看到你开基地了。嗯。啊，待会已经出地雷了，待会儿家里面放颗地雷，你先知过来直接被强秒，再过来看一眼，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好了，懂了，狗逼也 VS。吕布这个 TP 为什么能那么强啊？不，你这样吹好不好啊？不是，我没吹，我只是说陈述事实啊。哎，你现在怎么也走上舔狗的风格了？老子不是舔狗，吕布是打得好呀，有什么问题啊？不，你真的是个舔狗，现在。妈，今天你把声音换一换，你说是李佩南在解说，我都信。你看，妈，这打得好，怎么开门呢？这个叫关门打狗，看到没有？故意去吃的呀，你慌什么？吃了先知才能进家，好吗？进这里，哎，可以，这个可以。你怎么吹？那还好呀，五个农民吧，有什么的嘛？对不对？这你妈刘建宏再转引刀，你妈这他什么东西啊？他这个三连招都来了，这种这种什么招数都来了，吕布直接走接话，但是吕布哎，这个哎，这他妈侦查到了，这不是意识是运气，这个、他在外面搜。这个、但搜不到，但搜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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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拐的，我拐一下，不可能拐的好吗？看到农民了，拐不拐？耶，他在思考吗？看他有没有这个意识。刘江红也在勾他这个过来，哎，没这个意识，别骗自己好吗？妈，这一招素质三连，外面妈一万个建筑，吕布一个都没找到。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正面找到了。但是这一招素质三连未必挡得住啊！不，我告诉你，不可能，正常人是不可能判断对吗？有引刀的。是的呀，对吧？这招素质三连可以啊，正常人是不可能判断得到的。好，先照一下。咦，看到你在升级这个导弹车，好。引刀要到家咯，吕布我感觉应该是不会留能量。不，他是吕布，他有纪律性。他有毛纪律性。妈的。出门拆引刀从上面溜，好，你拆你拆你拆，给你拆个兵。他晃了多半砸了，我跟你说。什么还留着？我跟你说的，他是吕布，在这个时间点永远都会留着的。妈的，真的假的？瞎了吗？好，这招绝对他妈是素质三连，我跟你说。回城呢还是怎么样？死了吧。上面还有一个。他回城的一个。为什么要回城？还行吧，还行吧。这波本来如果换的是李培南就已经死了，我觉得。你信不信？他为什么要回城嘛？李培南肯定矿楼早鸡巴砸了。是李培南已经死了。啊，再来，雷达，哎，有吧？应该有吧？应该有吧？他看到了。
这好像他们没达到什么东西啊，这招数值三连农民还可以啊，对不对？他就等渡鸦出来就好了呀。好，这边他要直接去，然后渡鸦待会跟上，他知道你这个时候没有兵，兵贵神速，他先去下面打个防空没用。好了，来了，哎呦，好骚，引刀跟着，这边有没有雷达？应该没有，哎，还有吧？好了，这就那个呢，渡鸦来了就好了呀。看刘江正面有多少兵，29战斗人口有点少啊。对，刘江红很凶猛的又跳脸。刘江红还好有那个，哎呀，打掉云锦，往后跳磨一下，漂亮，打不进去。妈，吹了半天，不要吕布被打死了。刘江红三矿都开了。你要想想那天刘江红挡马入的一波。对，我知道刘江红很强嘛，但这个局势我觉得吕布也没什么劣势啊。他经济也不差，说呢，对不对？三矿他也开了，家里面转机械化，没问题啊。小烈吧，要看刘江红怎么判断吕布的开局。我觉得小烈吧，这个局面不好打。野外箭头就找到了。我说真的不好打呀，吕布。吕布节奏太慢了，这样打的话，他后面他只能憋一波那个接话出来。刘江红已经 VB 都下去了，他知道接话。那么，哎，你不接话，你为什么要去升导弹车的弓嘛？那倒是。怎么觉得吕布死了？他出自爆球，吕布你妈的门都出不了，我跟你说。漂亮，你信不信吧？出自爆球呢，的确是个很烦的东西。哎，没用，换农民三个能换，直接自爆球了呀。自爆球转风暴，他直接巨象啊！两亚出巨象，两亚出自爆球可能好一点吧。嗯，这个他也是他的理解。巨象打计划也不是说不能打，但我觉得自爆球可能会好一点。吕布现在的运营已经在黑玉石之上了。你的相当好。两蝙蝠升级攻防。一般来说的话，出巨象打机械化其实是不合理的。主要打不过坦克。对，一般肯定是出。他确认到机械化了。你要么出不朽也行，对吧？对，你就自爆球就好了，其实自爆球其实自爆球最好，最不赚就最好。接话很烦的，你出自爆球，你就插追猎自爆球，妈的，对方拿你没办法。自爆球出到一定数量，你再去转不朽什么的就好了。他直接是出巨象的，出巨象的话，你要打游击战的，反正打阵地战你肯定打不过。好，这两个可以，这两个骚扰还不错。吕布这哎回救正面、哎、直接上拳哎有坦克有坦克有坦克、有坦克14个农民走了对这一下上面还在被插什么吕布什么情况对被插的时候有点爽19个好再绕一下打你框他妈吕布这大毛在打不，你这个走位啊，太有吕布这把遭中了，好吗？这波、啊、直接跳去把那个解秒了，导弹车没秒到，上面有两个导弹车，但没关系。下面巨象在这里是，这里立场隔着打，哎，没想没隔好。哎呦，这多线已经起飞了。刘建宏这两波可以啊，这几波多线，他妈的吕布遭的中啊！我跟你说。门都出不了，现在就各种打游走，而且压得很凶。你导弹车，你打巨象还是打不过的呀？你啊，锁，哦哟，一瞬间，哦哟，这四个立场隔一隔，开始跑，
梅坦克他也其实不是很怕的。又多线，哎呦，不过还要有防空，有防空也很烦呀，一刀一个啊，他有升的攻的。这吕布这几波打下来，感觉经济有点崩啊。吕布现在想死好吗？被拖惨了。又来。好，开始转不朽了，已经开始转不朽了。哎、上面引刀就没停过。好，引刀过去看、想找机会偷坦克，没偷到。其实这波可以直接打了 ，A 脸就死了，吕布。真的 A 脸就死了，来了，跳脸 A 脸死了，吕布。哎，吕布啊，吕布，上上还不是新将赛，吹了那么久，怎么你吹的呀？我跟你说，你是个舔狗，你不信？啊，每天都在舔吕布，有什么好舔的吗？他给了你什么好处？哼，把现实无情的打了你这些舔狗的脸。太让我失望了，吕布。不过这个比赛波三的比赛，多一盘不重要。真的门都没出，什么全场？马入的机械化是压着别人打，他妈的，他，哎，你马入那天不是也是这张图用机械化同样的战术吗？导弹车带机枪推了一波，然后全场压着刘建宏盖。你错了，就是因为马入盖打了一盘之后，然后刘建宏有针对呢，又有经验了，你知道吗？宝。吕布自己就打笑了，妈的，什么情况？为什么马入打出来就那么猛，我打出来他妈就这样？我觉得其实吕布这盘其实运营的话还可以，还行吧。但是刘建宏这个多线的确打得有点好，只能说刘建宏变强了。嗯，妈跟你说了，吕布就是虚假的人皇，自己都打笑了。算了，你还打生化部队吧。生化部队带解放者，这就是你的 TVP。吕布不能再输了，这个再输待会儿打阿玛尼，说不定被阿玛尼斩落马下。吕布怎么办？能怎么办吗？先赢第一盘再说。吕布其实也打了十几年职业了，对，十年职业有了。你想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 也算出道了嘛？一零年的时候，加上做练习生十几年了，一个青涩的少年，现在变成了一个中年的油腻人，油腻的中年老，哎，吕布也老了。好，来看重点位啊，这边蓝色的，这个人族选手就是吕布啊 ，Innovation 是出现在了三点钟的位置，而这边八点钟位置就是红色的神族选手，来自于老炮战队的刘建宏 Patience。啊，其实我其实心里面也非常明白，吕布现在的实力，你要他拿什么冠军这种，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次 WIG 的比赛呢，说真的是，我觉得佛光返照吧。回光返照，也就这样了。拿了一次大成绩。不，你今年拿的是一次大成绩，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能够排在，就还是能够说是自己是顶级选手，对不对？对。但其实吕布已经不是一个顶级人族了，这个我还是很清楚的。吕哎，那个时候是练习生呀，他们打在韩国打比赛是上来要当练习生的呀，都是从练习生做起来的，没有人，连教主上来都是练习生。教主最早是那个We Made Fox 的练习生，就纳达他们那个队的，然后后来嫌他太菜了，然后就不要他，他没最后没进去，然后他再去的 KT。真的呀，吕布呢？对吧，你们不要一提到练习生你妈就他妈喜欢唱跳什么 rap， 对吧？不是的呀，你们一提到这个就是啊，大家好，我叫李信恒，我喜欢唱跳 rap 和星际，你
也不是这样的呀，不要带节奏，人家也是人，好不好？对呀、啊，你妈的，你们天天你妈的就他妈就这种各种去带节奏，有好不好啊？好，来了啊！的确比以前强了，细节什么都做得很好。教主最早的 ID 叫弗，最早的战队叫弗拉什，不，教主最早是那个掰战队的，那个是美西第一猛将战队。的确，那个战队的确出了很多的职业。那个队太他妈猛了，掰 Flash 对吧？哎，怎么他现在怎么是这种人啊？他直接多兵一波压制了，三兵，一步绕了一圈，发现没有任何的科技建筑。不是 BUY 是 BY Flash BY Baby BY Baby 就是全太阳，对不对嘛？对的。还有什么 BY 范特西，这真的那个队出了很多猛男，美西第一猛将战队。我卡了，兄弟们，我去开代理了。哎呀，吕布这个要被四兵捅死啊！他什么都没有。我开代理，不要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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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个代理。哎，死了吗？死了，已经死了。啊，都捅死了。我已经看到了两分钟后的影像，他已经死了。地堡下得太慢了，下不好呀，这地堡。妈，追猎已经快比枪兵多了。啊，多兵压制，这基地这拖农民了呀？这你不拖农民，你什么时候？吕布是不是想避开马入吗？不想让他报。WSG 之仇，两个那个好了呀，两个地雷拖住了呀，还行，怎么你就说吕布就死了吧？哎，你这什么东西啊？你要出去啊？这他妈你别搞啊，吕布，你别搞啊！我跟你说，他去踩雷吧，估计是踩雷。两个没踩，继续骚，但这个飘的有点问题啊。守住就优势。哎，对，守住就没问题。刘建宏是准备再打一个多兵营的攻速使徒一波。刘建宏没办法，他这个太拼了，这波。这什么东西啊？我他妈代理今天怎么也在卡啊，我靠！这什么东西啊？差点，好，走，还行。不要搞我呀！这两个地雷呢，还是怎么说？炸是我觉得也炸不到太多东西。我刷一下。但是还是能够，但刘建宏很不爽。家里面吕布又是接话。好，来看家里面能不能炸到一个，有反应啊，没炸到什么。啊，现在吕布怎么那么喜欢打机械化嘛？最近可能他们都在研究机械化吧。肯定机械化好用才用机械化的呀。哎呀，不要干我了，我今天都用的别人水友的那个。哎，直接飘！我靠，他假坦克了！有攻速使徒，是攻速的使徒。哎，这个不该不该放。我靠，这波吕布遭中了，我跟你说，关门！哎，走了，他为什么不关门嘛？他不是不关门，坦克架在那里，坦克卡在那边了。妈，说好的优势呢？怎么这直接一波就弄死了？妈的吕布，行不行呢？我靠，太让我失望了，吕布。八兵十多一波就打死了，守住真的刚才是优势呀。那是呀，问题是他没守住呀，最后。不，我说第一波。手术室有他妈现在走远了，我跟你说。秒上面坦克。不，一样了，不管农民都打没了，吕布只有24个农民呢，这已经经济已经崩了。他关键这攻速使徒打农民太快了。算了，吕布。又来了8个使徒，一会儿。算了，吕布。
你这样让我们怎么把你签到战队联赛来？你这不上来不是卖吗？你这样打战队联赛的老板们都不买你了。造的太重了，真的。这二十一个农民，哎，二十一个农民。关键不过呢，如果说能挡下来，我觉得还是能打，因为毕竟三个基地。哎呦呦呦！这你妈！他为什么连坦克都不救了吗？他已经打迷茫了。他为什么莫名其妙去接话嘛？上面五个房子不是钱呢？这五个房子打掉也很伤的呀。好嘞。哎呦，这直接可以围地堡了。使徒打脸呢，直接破入口就完了呀！你房子挡不了两名的。唉，吉吉，哎，太菜了这个 TVP， 这他妈也太菜了！刘江红自己就打笑了，战队联赛好难打呀，战队联赛打接手太简单了，飘个使徒就赢了。我的天，我简直不敢信！他一会儿不要被阿玛尼打死了，那马柱过去问他，你妈吕布哥你什么情况？我简直不敢信他这，我不说刘建宏强和弱打得好不好，我觉得吕布这两盘的表现不知道在干嘛。马如现在各种过去嘲讽，哥，等我一会儿来干他，太惨了。